今天非常高兴，非常期待来拿我整了两个月的鲍鱼，拿去按摩的 EK。Spoon Twin Block Original。有它的这个说明书，哇，这个感觉，喂，全新，两粒。然后还有他来的原装的那还有瓦修，所以这样子看，哇，安上去别打喊了，现在就进行安装先，迫不及待的一来就拿来安装了，感觉要来了，感觉要来了，终于安好了啦，哇，昨天晚上发梦都发梦到他安了上去，很像梦想成真的感觉。哇，放 my rim 下去 fit 哦，哇，这个感觉 very good 哦，哇，很爽，很凌爽，配我这个黑色 T37， 努力的找钱，好好的疼自己，买自己喜欢想要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就开心爽。现在来看一下 engine bay 的进展，这个水喉就换了 K-tune 了，它还有一个在这里上的，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stopper 封这里哦，然后 fuel regulator 就安在这里，到时再跑那个喉了，那这个水喉就做了这个 fitting 喉，这样子过90度下，到时那个 air intake 再看要这里过还是这里下。Maybe 到时候会改那个 MRS 的 electronic 的 power ceiling pump， 应该会放在这里，到时我再 update。 整架车拆了那个保护膜，那感觉更加浓厚，更加爽，期待期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，下一期我再 update。 OK，